連れてけ。政委，对不起。八路匪首朱彦民，破坏社会治安，破坏大东亚共荣，现被华军抓获，今天午时就地正法。视线方向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他一定会看那个狙击手的，只有他看了，他才放心。三，二，挺进宫殿的左上方。急了吧？到了，到齐了，上车，走，好，下车，快！着火了，我一直都在呢，我王红艳跟他儿子不见了。什么？
太君，你们中国人没有一个可信的。太君，我给我押了！哎，太君，闭嘴！太君，太君，太君不好了，太君家被八路劫了。你说什么？刚才我看见西口大殿方向就是太君家打出来的，我就带着人冲了过去，结果到那儿发现几个日军兄弟都死了。难得。你们是八路啊，大人，我们是八路。刚才在外边遇上小鬼子了，三明治躲一躲。你放心，我们马上就走，绝不会连累你们的。你们呀，都是好汉。大爷呀，不怕你们连累。我的儿子被小鬼子抓去干苦力，到现在是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我那儿媳妇被小鬼子糟蹋，寻个短见。那小孙子吓得现在都不会说话，我恨透了小鬼子了。你们呀，杀鬼子就是替我们报仇。大爷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把小鬼子杀光，为大家报仇。今天在外边示众的也是你们八路了。哎，这小鬼子太没人性了。大爷，好好保重，我们不打扰了。现在吧，刚散了，你们一出去不就被小鬼子发现了？在这儿等天黑了再走。大爷啊，给你们弄口干粮吃。不了，大爷，我们得出去看看，我们有同志在外边牺牲了。太危险了，鬼子肯定在外边看着呢。要不这样，你们在这儿等着，我替你们到外边去看看。不行，大爷，绝对不行，太危险了。我一个糟老头子到外边溜达溜达，没人注意。你们呀，在这里和我的小孙子待会儿，我很快就回来。方大哥，要不我跟大爷一块儿去吧。小鬼子不认识我。行，那注意安全。大爷，真谢谢您了。没事没事，走吧。注意安全啊。